今天带小黑还有玛丽过来参加个年会，然后吃点好吃的。走，他俩都在门口等着了。在这儿都是你。你好，豆豆，你干啥？走。哦，这有啥？看一下，哇，阿姨好漂亮呀！豆豆也爱臭美呢，好不好？看到就不走了。阿姨就这样的。写名字吗？来，我们一起拍个照。
啊、哦，行，娘娘，还是跑那么快。别管他，你叫他俩可以。不要了。给奶奶一个吗？他给他奶奶给五块，给爷爷给五十。妈妈，29的号店里让39过年，好不好？你想要啥衣服嘞？明天我又去买衣服。要货了，啊、哦，行。要换衣服了。哦、豆豆呀，啊，抓豆豆。哦，抓豆豆，我也是。老公，嗯，我又嫁过来4年了，这是第一次参加年会，才知道他们那些公司到年底都办年会呀。哦，基本上，哎，稍微有点规模的公司，每年都要办年会。哦、嗯。办年会就是给员工，他们表彰那优秀员工嘛，总结今年的那啥。那今天他们出来领奖，那些都是，这一年上班的表现好的是吧？哦，领奖都表现好的员工，然后他们还总结今年，然后期望明年啥的。哦，然后他们给小孩发红包啥意思啊？就是快过年了发哦。哦，那哦，刚好是马上过年了嘛，哦、过年了他们也老板就看小孩多嘛，然后给每个人都每个小孩还有老人都准备红包。还是在中国好啊，不止那个工资高啊，待遇也好，过年还有年会。哦，对，那有些人家大公司嘛，福利待遇好的。然后年终奖比一年的工资都高，这样的吗？比一年的工资都高，人家那种待遇好的。那我这一年表现好吗？你给我也发个奖呗。哎呀，你，哎，对，年终奖，有钱。